大家不太帅，欢迎来到本期大怪的关键一把 S1 记录员鲜明啊，这把的话勘探前锋，这两个小兄弟懂的都懂啊，这遇到这两个，我觉得这两个人都别追，不你还追卡莫，这两个人没一个好惹的，追卡莫我感觉鲜明现在的胜率是91点几的一个胜率，我感觉得降一降了，你这抓他抓个前锋，带的是个闪，前面第一轮的话卡子哥这里是直接交了一半的球，绕过来这边看到里面有个人是个杂技，哎呦杂技也不好抓，主要呢这一把好像都不好抓，这边是捏了一下红光藏了一手，这边板子过板刀，博弈是博弈对了，但是因为有杂技的一个减速球闪现开这一刀，那这边杂技帮忙把板子拍掉，这前锋你不好抓呀，这前锋现在手里面还有一半的球，他可以拉点，而且他可以拉一个非常强的点啊，就是这边的一个大房二楼，这个点拉完看一下，还好在大房里面的不是勘探员，要是勘探员的话，但是前锋这边是跟勘探员小铁是双排的嘛，就前锋这边经过大房然后往前面板子一走，队友这边帮忙拍个板子，他去找勘探员，勘探员一波数字三连，哎又过板成功了，哎呀哈，那这就是胆子大对吧，这就咱就过板好了，勘探员过来了，这里勘探员但凡过来一波三连都不是三台机这么简单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镜头给到，这里窗被封了，队友也能赶到啊，这里只要但是他抓的话，这边抓分一家分一家交一个悬停对吧，直接拉喷走了，你只能抓前锋，而抓前锋的话身位拉开了，这边的话铁桑已经赶过来了，这块次第好像暂时还丢不到，丢不到会丢不到吧，终究是能丢到的，就算你把前锋击倒了我过来丢，拖你一轮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，现在要做的什么呢，飞行家需要找队友去把这状态补满，因为他手里有个搏命，我们这里的话镜头就锁定在这个勘探员上面，因为现在主要的看点在，哎呦他砸了块板子，砸了块板子，好了，磁铁没丢到，磁铁没丢到呢，而且这边这个口子还被封，等于说前锋过去吃这块磁铁很亏嘛，这里再丢，好来啊，吸一手，现在吸的效果一般，目前来讲勘探员过来的一个效果非常非常的一般，这里的一手吸三块磁铁，只有一块是有用的啊，只有一块是有用的，剩下一块呢一个短吸，另外一块呢还在地上，哦这边好像是吃到这块磁铁了，那再来一手，讲道理这把的话确实追这个前锋我觉得本身就比较难啊，再加上这里队友也给力啊，该做的都做到了，就是该帮忙拍板子的拍板子对吧，该跟我们关打架的打架，好了现在还差最后一台机子了，还差最后一台机子，这边击到前锋，当然飞行家这边的状态还没有补起来啊，球人这边可能待会儿考虑的是让其他人来救了，一个过板刀，是不是牢底坐穿其实不好说，还得看残局，因为这不是四黑啊，这不是四黑，这是个路人局，然后这张地图呢也比较大，现在是两个人修机子啊，这边两个人修机子让你封不住，然后的话勘探员这边救人，因为勘探员跟前锋双排相对来讲呢会比较好交流，想想吧想想吧，毕竟前锋开门战是个白板啊，击倒前锋然后两边门如果说能压的话还有机会再留人啊，还有底牌的，也不是说一定没机会啊，只是这个过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跟我们想的差不多，你上来追这个前锋，这前锋何许人也，这里看探员还要掩护一手机子，封不住啊封不住，哎这里绕过来了一刀打密码机87的机子，哎那这样的话这两个人还封了机子，他这边那先挂怎么地打了一个二挂出来，哎也没有想象当中那么难受了嘛，那么打了个二挂出来开门战不就是个上挂飞了，这边机子压好了，两个人在这边，这样的话呢确保万无一失啊，确保万无一失，万一人在这边万一对吧再出现意外，一刀打密码机亮了吗，亮了，勘探员丢块磁铁，这边闪现不能交，这闪现要是交了呢，前锋这边的话被抢了个窗，好一刀，哇这啊好急好急好急，而且他这边的话记录你也给的是前锋，
封了一手门，封了一手门，封了一手门，很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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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没有任何的板子。哎呦，终于完成击倒了。这里的话，门开了没有？门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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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在被记录，门还在被记录。这里77，转过去看探员，人流吗？门已经点开了，人已经在挤了，人已经在挤了啊！三个人走了，拜拜。好急啊！拜拜拜拜拜拜。